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叶雪儿住这儿吗？雪儿，你看直播了吧？雪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，请你再相信我一次吧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在的地方就是我该来的地方，我想好了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要向你证明，我华明城只爱你一个人。这是你家吧？我帮你拿。我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雪儿的男朋友，我这次来就是过来找她的。雪儿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死了吗？那他是谁啊？叔叔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就是雪儿的男朋友，我叫华明晨，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只不过因为一些矛盾分手了。我这次来就是想得到雪儿原谅的。叔叔，您看，我连求婚戒指我都戴上了，希望叔叔可以替我劝劝雪儿，谢谢，拜托了。你把它摘起来，然后以后也别来了。雪儿，哎，你到底怎么欺负雪儿了？老实交代，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我找他说，他摘下来，摘下来。摘下来。